九八八音乐抢风头之谁最抢风头？你好，我是一慧，我现在身边的是这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凯。耶、yeah, ，他就是演唱随机播放的林凯啦。那今天还来到我们的这个抢风头做客呢，当然一定要跟我们玩这个谁最抢风头。今天游戏非常简单，因为她是女生，然后又创作女歌手，非常有气质，所以呢，我们不会像跟其他男生玩的那么过分。我们今天玩随机播放，就是说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播歌。然后呢，播了歌曲之后，我们要抢答，看谁最快可以答对歌手和歌名。你没有，我在想这个歌名。我现在想这声音哎。我要抢风头。哎，情绪心还是热的。我要抢风头。再给我两分钟，最长的电影周杰伦。哎呀，其实我是知道的。我想说呢，田馥甄的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，渺小，对不对 ？Yes。很长的歌名。好了，我不让你了，我要抢风头。我真的猜不到，我真的猜不到。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我抢风头，小宇宙，耶！好了，我们每次抢风头呢，谁输了呢，谁就要被惩罚。那我们之前爱谁当两天的那个惩罚哈，是弹。用塑胶袋弹嘴巴，好残忍耶！我们对女生那么有气质的女生，绝对不会那么残忍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惩罚，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对我们听众的大奖赏。哎，林凯要为九八八唱一首歌曲。九八八，九八八，最好的音乐都在九八八，九八八，九八八，有声有色。谢谢，谢谢。